东西收拾好了，出发。大家好，我是白梅，已经8:10了。今天冲刺最后80公里，啊，80公里就到淄博了。我们啊，马上就要感受到淄博的啊那个氛围了。Let's go！我昨晚的扎营地距离山东协和学院有1.3公里，刚好昨天啊，有朋友说他就是在那儿毕业的，然后呢想看看那边现在是个啥情况，让我到那个大门口帮他拍一下，啊，老外觉得举手之劳，然后也路过，然后就给他拍一下，来到了。山东协和学院，这是那个东南门。哎呀，古城墙，看一下，古城墙。虽然是仿造的，城门怎么没写名字啊？城中城，淄博到了，到这边又遇到一个骑友，还是大学生。他去那个青岛，我俩这一节路能同行。这在路上有个伴儿，边走边聊，是感觉好一点。不知不觉也蹬了10几公里，我现在距离淄博只有20公里了。聊聊天，蹬着，人可能是注意力转移了，也轻松，感觉还挺快。后边又遇到一哥们儿。他是奔东北的，我们家有很多朋友说让我也去东北，东北我现在是没时间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淄博了，老白现在离那个八大局还有8公里，然后他今天也是100公里了。他说他今天的目的地，他从济南历城出来的，我是从那个从哪里来着，我都给忘了。然后他今天啊也在这边扎营，所以说我们两个都决定今天晚上都在淄博停下来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两个去撸串，所以说一切都顺其自然，看到没有，在这里你就有伴了吗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可能是五一过了吧，这跟老白这个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，这不应该是人挤人吗，这啥情况啊。我们到扎营再看，这不对，这五一过去我觉得人流量会少一部分，但是跟我看的视频里边那个反差太大了呀。哦，他们这街上的志愿者好多呀，就这一条街上我都看见4-5拨人了，都是在整垃圾搞卫生。才3点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淄博这个新村西路，看一下那个，找一下房间。我们两个搜了一下，好家伙，60-70的、70-80的、120的都没有独立卫生间啊，都是公共卫浴。我们两个合计，打算我们两个就是拼一间，啊，拼一间200多的。这样的话能洗个澡啊，我洗澡要洗衣服，所以说必须要开一个带那个卫生间的。我给商家打个电话，商家说让我们过几天看一下房子。
好，到了，就这个。好，就这家，高升。好了，房间已经弄好了，自行车就先放外边，晚上再放进去。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房间，老板还给优惠了，带大家看一下，走。这个屋子它多久嘞？记录仪。看一下。我们是这一间。在房间老板给算180。现在这边的房间特别的紧张。主要是想要这个独立的卫浴。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去带大家去火车站和八大局先溜达一圈，然后晚上我们两个去整烧烤。3点钟休息了6点钟，现在趁着天还亮，先到火车站带大家去溜一圈。来，我们看看，现在正对面就是淄博站。反差有点大，是不是？给你在视频上看的，是、啊、反差大不大？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和平时应该没什么太大两样。现在呢，火车站这边什么情况给大家看了啊？我们现在要去八大局啊，我们去撸串看看需不需要排队啊？这边也慢慢多了啊，还看到这个网红青蛙。看，从这里向前走，八大局便民市场，由此向前。看看这里边，我去，这是在排队吗？哦，这是在排队呀、啊。不是排队的卡，这不用进去了。上保大院，听听啊，在里边叫号，这边上全是排队的，人流是真的多。看看，边上多四五个，边上多。看看看看老板背后，看看，我们找了好几家，有一家啊，看我们两个人，人家说没位置的，找到这一家是有位置，但是没有。一看没有人排队啊，给了我们俩小马扎，不想跑了，我们也在这排会队，上桌了，上桌了。由于人太多啊，先上了那个小葱卷小饼，先尝一下。他是卷那个煎饼，这次没有找到煎饼啊，但是这个饼比我前两天吃的那个饼还不一样。啊，是这么吃的，都可以。你是有经验的，我是看着这，啊，怎么吃都行。这帅哥怎么吃我也怎么吃，大酱。也可以直接倒进去，也可以直接蘸，无所谓。这不好说的，我来。这有点，也有点咸。哎，蒜蓉辣酱就是这样。妈呀，我比好热闹。正餐上来了，老白怼了一瓶那个鲜啤，他喝不了酒啊，给他整的那个大窑。人家这边你是吃的，然后给你加的火，自己烤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这自己烤，还没这么整过来，这我们自己能烤熟不？能。你好。味道还行，
熟了是吧？嗯，它应该是半生不熟的，要不然对，它烤个七八分熟，也不是饿了还是很还行，口味比较重。老白亲自赶烤，算是烤上了啊！烤上是烤正了，来，走一个，为我们的香佛干杯！那老白就开烤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